哎呦，带扫描的，我操！我来了呀！哎呦，这个 Q 值，一个不过来还好，的，这 EZ 已经掉了好多血。拿回一开454，还不好，鼠标已经放在你头上了。哎，我被小兵一直卡位，我操！这小兵，本来我要追着打的。怎么不能我那个呀？就是有点。这 Q 还挺准，啊！着了！别搞啊！这怎么越塔啊？我操，哥，怎么突然就要越塔了？哎，我操，这一得把技能全吃完了。坏了，虽然这么越了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我们打野好像不太对劲。说说，他这个想法很危险。啊！哎。EZ 也交闪了吗 ？EZ 没交吧 ？EZ 交了吗？没注意看。交了，好像交了，我感觉好多闪现，是不是交了？没注意，我操！哎呦！好像没交，好像就我和那个的事。没事。
我操！我个屏障，好他妈，好他妈赖！ 哇！哇！哎呦，操！小凡。 哇！这给他躲了，我靠！大招怎么就中不了呢？我的大招！ 还有屏障。 哇！真没中过这把，操！
好烦啊！每波都是中了他就会死的。我操！这叫黑头啊！我操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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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真走了。走了。你送吗，狗犬？你还挂了？翻了翻了翻了。翻了你这还在送？都死完了，还是别人装不完了？啊！哎呦，什么屌伤害？一千二又不加。
我们上车了，行了，我操！啊！ 死了，这个没死。哇，他这个大有减速，说实话真挺恶心。他这个大中之后，他那个 QE 没闪，爆！完了。
得投3000块。这麻王出来有点吓人，说实话。但是麻王为什么是带铜刃出穿甲的？我说怎么这么垃圾，我操！没有饮水剑，我操！我呀，妈妈好恶心啊！你队友呢？怎么往小龙跑啊？那刘大人呢？交闪了，还敢跳上去？这把感觉不需要冲穿甲，不需要出穿甲。我操！这一堆大刀。这狗头不踢啊！家也没到，我操！
我操，这炮射也能弄！我操，你得这么克我吗？这不像话了！你玩啥呀？我玩的是四色。没大呀！哦，好难大啊！怎么感觉是屌英雄？还有位移啊！鸡窝都是啊，你这个妈鸡窝！我操，这打大龙吗？感觉有点危险，都被抢了，不是着了？操，好恐怖啊！这波感觉爆炸了，泽地怎么被秒了？哇，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怕不怕？这把都翻了，我操！哇，终于中了个大，最后一波。怎么在我们野区开的？我操，开个不来吗？去打不就不走？我靠！哇，这就死了！哇，波比这么果断吗？哇，翻好高啊！从人家点燃，我屏障都被秒了。我
我操，哥啊，我本来能吃到这个炮车的，你为什么要勾进来呢？干嘛这是？这是干嘛？哎呦，可惜，这勾到没血了，这是。那能下来吗，哥们？你这当着面又上去是干啥呀？这我不是又要被越了？别整我呀！压力好大。还行，BF 的刚好，他这样很亏。波比飞啊，只有波比飞啊。
走。怎么上路也咋回事？啥么个情况？小猪，这稻草人啥情况啊？稻草人搞啥呢？小花生？嗯，玩这玩意干啥？开屏障，两条龙了，对面就没人啊，我操。给你 A 呗，给你 A，A 半天有我一个 Q 痛吗？
出个暴击吧。 还行啊，我吃了个一坦，这样很舒服，快无尽了。我装备有点好是吧？这把游戏小龙团打赢一波就还行。 这给这 EZ 赢了，这 EZ 小难受。
啊！快脱了吧！我操，这打野啊！哼哼，别搞啊！我操，这人乱搞啊！咋回事？乱玩感觉的。 派克也是个纯的，啊！怎么追到我们高地来了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前后都有人啊？啊！这给我干哪来了？我操！ 这还是我家吗？我的伤害有点高啊！我把男刀秒了。哎呦，好的，好斩，再斩，没了吗？这能续 Q 吗，哥？嗯，完蛋，糟了。 到底是谁能不点呀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能有？为什么会这个会有两个人不点呢？我搞不懂。嗯，终于点了。